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2年3月2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1号上午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讲话，强调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希望，必须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守住拒腐防变防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强调，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年轻干部接好班，最重要的是接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班。习近平指出，年轻干部必须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守住拒腐防变防线。习近平强调，干部守住守牢拒腐防变防线，要层层设防、处处设防，要守住政治观、守住权力观、守住交往观、守住生活观、守住亲情观。习近平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习近平强调，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在新形势下发展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员干部一定要真抓实干，坚决杜绝口号式、表态式、包装式落实的做法。习近平指出，年轻干部要胜任领导工作，需要掌握的本领很多，最根本的本领是理论素养。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做好工作的看家本领，党员干部一定要加强理论学习，厚实理论功底。习近平强调，只有全党继续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年轻干部一定要挺起脊梁，冲锋在前，在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习近平强调，党的18大以来，先后开展一系列集中学习教育，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教育引导全党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要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改进群众工作方法，提高群众工作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跟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美方重申继续支持乌方。而在乌克兰境内首都基辅的一个电视塔遇袭，造成无死无伤。基辅市长表示，俄军向电视塔发射了2枚火箭弹，而邻近的大屠杀纪念馆也受到波及。法国方面指，法军已经抵达乌克兰的邻国罗马尼亚，增强北约部队的作战能力。而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出访爱沙尼亚时则表明，英国不会出兵乌克兰。另一方面，俄乌代表团将会于2号在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举行新一轮谈判。多个视频拍到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电视塔受到攻击。基辅市长表示，俄军向电视塔发射了2枚火箭弹。此前，达斯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计划攻击基辅的通信和情报设施。乌方指，至少有几个乌克兰电视频道中断播放。电视塔的地面设施以及附近一带都有建筑物着火。据悉，邻近的纪念大屠杀受害者纪念馆也因此受损。消防员赶到救火，现场满布瓦砾。另一方面，法国发布视频，指法军已经抵达乌克兰的邻国罗马尼亚，增强北约部队的作战能力。法国此前表示，将派兵500人参加在罗马尼亚的战术群。英国首相约翰逊出访爱沙尼亚时表示，国际社会有责任尽一切所能援助乌克兰。英国政府已宣布首阶段人道主义路线图，协助乌克兰难民到英国，但约翰逊表明英国不会派兵到乌克兰。 I want to be crystal clear finally on that point.
We will not fight Russian forces in Ukraine, and our reinforcements, like these reinforcements here in Tapa, are firmly within the borders of NATO members, and they are profoundly the right thing to do. 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出席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时，否认俄军在白俄境内攻击乌方目标，也表示白俄不会加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他深信通过谈判，俄乌双方有望结束战事，但认为一切取决于乌方。俄乌同意举行新一轮谈判，俄媒指谈判地点位于白俄罗斯与波兰边境。土耳其总统发言人指，俄方就停止军事行动向乌方提出的要求不切实际，还预计谈判不会如期在2号举行，有可能会延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关于俄乌局势，来看一下香港电台的报道，提到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必须停止轰炸，两国才能够有展开有意义的和谈。泽连斯基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要求北约设立禁飞区，阻止俄军空袭乌克兰。他强调，这只是防御措施，并不意味着要将北约拖入战争。但是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向他表示，现实不是采取这种措施的时候。而泽连斯基又说，如果北约因为俄罗斯不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而对乌克兰加入组织的前景关闭大门，就应该为乌克兰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证。那么被问到乌克兰可以坚持多久，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将会战斗到底。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的战况激烈，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乌克兰军队节节败退，但是他们沿途坚壁清野，破坏了多条村庄以及城镇。Here's the latest footage from Donetsk showing the aftermath of shelling. Civilians are trying to survive in the conflict zone as cities and towns are caught between the front lines with battles raging on. Local residents are terrified with homes and lives lost every day amid the conflict. The sound of war is deafening across Donetsk.North, west and south, war rages. The city of Mariupol, the heart of the Azov Sea and a bastion of Ukrainian troops and nationalist battalions, it is nearly surrounded, caught between advancing troops of Donetsk and Russian units spreading out from Crimea. Ukrainian troops have fallen back and from a distance wreaked destruction on villages and towns they once ruled.乌东顿涅茨克领导人、民兵首脑普希林在当地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普希林表示，目前的军事行动主要收复顿巴斯法定行政边界。我们现在位于顿巴斯，我的身边呢，这就是顿巴斯的行政长官、民兵的首脑吉尼斯普什林。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товарищи, ジニス普什林. Расскажите нам, сейчас война еще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На наше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и наш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какая военная ситуация? Ситуация остается сложной, и противник,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о, что терпит поражение сейчас, достаточно оголтело обстреливает территорию Донецка, Горловки. Ну, буквально вот сейчас, в течение, наверное, там, часа-двух, произошли обстрелы Куйбышевского, Киевского района.Увы, есть погибшие вот на Шахтерской площади, погибли сегодня 2 человека, еще 2 ранены. Поэтому ситуация непростая.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линии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то она перемещается. То есть Донец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при поддержке, при огневой поддерж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свобождает населенные пункты буквально ежедневно.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момент уже освобождено 32 населенных пункта.Крупные города на юге республики, такие как Мариуполь, уж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 кольце. Также город Волноваха тоже уж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окружен. Дача была это юг республики, и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момент в целом Украина от Азовского моря вообще отрезана. То есть и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и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же встретились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еще север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там операция еще на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не началась.
Я больше гражданский, наверное, человек, но тем не менее я сейчас являюсь верховным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м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Спасибо вам большое. Спасибо. 我们可以看到呢，敦尼茨克目前的这种态势呢，实际上路途还相当的遥远，因为战争还没有结束。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鲍载宗、尹力在敦尼茨克的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前外交部长王毅一号应约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电话，王毅重点就确保中国在乌公民安全表明立场。库列巴向王毅介绍了乌俄首轮谈判情况，表示结束战事是乌方的最优先任务，乌方对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怀着积极诚意对待乌俄谈判。尽管当前谈判进展并不顺利，乌方仍保持冷静，愿继续推进谈判。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乌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期待中方为实现停火开展斡旋。王毅表示，乌克兰局势急剧变化，中方对乌俄爆发冲突感到痛惜，对平民受到伤害极为关注。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公开、透明和一贯的。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公开、透明和一贯的。中方始终主张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针对当前危机，中方呼吁乌俄通过谈判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支持国际上一切有利于政治解决的建设性努力。王毅强调，中方始终认为，一国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地区安全不能以扩张军事集团来实现。针对战事不断扩大，当务之急是尽可能缓解现地局势，避免冲突升级甚至失控。尤其是防止对平民的伤害和出现人道主义危机，还应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及时准入。王毅重点就确保中国在乌公民安全表明立场，敦促乌方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王毅强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在乌中国公民安全状况。 每时每刻牵挂他们的安危。中方撤离在乌留学人员及侨民的进程正在推进，感谢乌方的支持配合和乌社会各界的友好帮助。中方赞赏乌方开设外国侨民撤离专列，希望乌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在乌中国公民安全，并继续为中国公民撤离提供保障和便利。 库列巴表示，确保外国公民安全是乌方重要职责。乌方高度重视中方关切，正在协助中国留学生等顺利撤离。乌方将继续本着负责任态度，做好外国公民安全撤离的相关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近日开启多个渠道撤离在乌克兰的中国留学生和中国公民，而一名华人从乌东撤离时遭到枪击受伤，送医救治之后，目前已经暂时脱离生命危险。另外，使馆方面促请所有在基辅以及周边自愿撤离的华侨和临时来乌人员，在当地时间2号中午12点集合撤离。使馆方面还提醒，撤离途中应当尽量远离军人和军事目标，避免引起对方的误解或是刺激对方，产生不必要的安全风险。 大批中国留学生和中国公民在中国驻乌克兰使馆的协助下，从基辅乘坐火车向西部地区撤离。和你们家人保持联系好吗？好的。是哪个学校？这不是学校，我们不是学校。是哪里的？去那个利沃夫。啊不，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我是中国使馆的。哦，徐工的。啊，徐工集团啊。对。好好。这边有。赶快上吧。这样这样能上去上现在。上快上快上。 好，祝你们平安。谢谢。好，上班上班。中国驻乌克兰使馆新闻参赞丁建伟一号表示，使馆采取多路径、多渠道的撤离计划，不让任何一个中国公民留在困难地区。今天早晨呢，就是使馆呢。The Chinese embassy in Ukraine has opened a multi-channel evacuation plan. We assisted Chinese students to evacuate westwards by train, 120 have been successfully evacuated. There will be additional train schedules for those left behind. More than 300 Chinese nationals in Odessa were successfully transported to Moldova. Yesterday, 88 Chinese students were evacuated from Kiev to Moldova. This morning, the embassy launched the Kiev evacuation bus, as Ukrainian public transport has been requisitioned. Chinese people have also been helping each other move. We will continue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Chinese nationals.
有中国留学生从乌克兰东部赶往利沃夫，他们说登上火车时很挤。火车上其实不是很挤，但是你想要上火车就很挤，对，特别挤。我本来戴着眼镜，眼睛都挤掉了。眼镜没了。对，他们还提及有华人在撤离时遭枪击，腰部中弹受伤，已送医救治。那两个没挤上车的，就是他们今天来，对，今天来利沃夫就不小心同伴有对中弹，中弹，就是他俩。他们要是昨天挤上车就没这事儿了。哦，那今天我们听到的中弹的消息就是本来要跟你们对同行的，对，是，都是我们同学，都是我们。他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他现在在医院。你有没有生命危险？没有，他是帮助那个中弹的人，因为他老婆孩子不方便嘛，他自己留下来去帮助。听说是搬运行李的时候，就被误以为是搬运那个军事货物，对，就被扫射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欧洲议会一号召开特别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视频方式向全会发表讲话，再次呼吁批准乌克兰加入欧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会上表示，乌克兰的命运岌岌可危，而欧洲人的安全也正受到威胁。 The destiny of Ukraine is at stake, but our own fate also lies in the balance.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就指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是地缘政治恐怖主义。It's not only Ukraine that's under attack. International law,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democracy, human dignity are also under attack. This is geopolitical terrorism, pure and simple.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视像方式在会议上发言，他表示俄罗斯猛烈攻击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犯下了战争罪行，乌克兰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首都基辅，他形容俄罗斯是恐怖主义国家，并再次呼吁批准乌克兰加入欧盟，证明欧盟确实与乌克兰站在同一阵线。对于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请求，波兰、斯洛伐克及捷克等八个中欧及东欧国家呼吁欧盟成员国立即给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地位，并开启成员资格谈判。但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列利就表示，当务之急是向乌克兰提供实际支持，以应对俄罗斯的入侵，而不是讨论可能需要数年时间的长期问题。方卫视李威莫也，法国巴黎报道。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欢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俄乌冲突持续之下，美国总统拜登将会于当地时间一号晚间在国会发表任内的首份国情咨文，聚焦俄乌与美国经济问题。那么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是在敦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剔除俄罗斯的成员资格。那么更多消息马上连线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王冰如去了解情况。冰如，早上好。杨子早。那么关于相关消息的一些打理，接下来时间交给你了。好的，杨子。那么在乌克兰危机持续升温之际，美国总统拜登一号是在美国国会发表了任内的首份国情咨文。白宫就透露说，拜登今天晚上的讲话呢，重点将会聚焦在乌克兰危机以及美国经济。而最新的民调就显示，拜登的支持率创了新低，有58%的美国民众不信任拜登对乌克兰危机的处理。白宫一号向美国国会民主党透露，拜登首份国情咨文将聚焦四个方面：民主和世界舞台、经济议程、新冠大流行的轨迹以及最高法院、移民和气候变化等其他拜登政府的优先事务。拜登在讲话中将会试图推动两党的合作与团结。纽约时报指出，由于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发酵，白宫撰稿团队在拜登发表国情咨文前临时做出调整。拜登将把乌克兰危机描述成为西方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并将此次危机视为一个拐点，美国有责任证明民主的作用和影响力。
分析指出，在美国从阿富汗混乱撤军、伊核谈判进展缓慢之际，乌克兰危机给了拜登再次展现美国重返世界领导地位的机会，而强硬对抗俄罗斯将会在国情咨文讲话时得到国会两党议员的掌声。在内政议题上，美国通胀正处于40年高位，新冠疫情仍未消散，拜登在讲话中将会专注于4个经济主题，加强国内制造业和供应链，降低家庭成本并减少赤字，促进竞争，降低价格，扩大美国人获得高薪工作的机会。据《华盛顿邮报》2月28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跌至37%之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号发布的民调也得出了类似结果，拜登的支持率只有41%，在过去一年下降了至少12%。选民对于拜登政府应对新冠疫情、提振美国经济缺乏信心。在乌克兰问题上，83%的美国民众支持美国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62%的人认为拜登政府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不过支持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介入乌克兰局势的人只有42%。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讲话，要求理事会追究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的责任，并且重新考虑俄罗斯的成员资格。布林肯1号通过视频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讲话，他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发出指责，并且列举了美国认为俄罗斯多项侵犯人权的行为，要求人权理事会重新考虑俄罗斯的成员资格。One can reasonably ask whether a UN member state that tries to take over another UN member state while committing horrific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causing massive humanitarian suffering should be allowed to remain on this council.布林肯敦促人权理事会发出统一一致的信息，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无条件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We must send a resolute and unified message that President Putin should unconditionally stop this unprovoked attack, as the Secretary General and the High Commissioner have done, and immediately withdraw Russian forces from Ukraine.布林肯1号表示，当前人权理事会的核心原则正在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如果普京成功实现推翻乌克兰政府的既定目标，人道主义危机将会加剧。美国国务院近期批准了$5400万对乌克兰的人道主义援助，使美国自2014年以来对乌克兰的人道主义援助金额超过$4亿。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美国美中政策基金会日前召开了线上研讨会，纪念尼克松访华50周年。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与美中公共事务协会也共同举办了纪念尼克松访华及中美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的研讨会。位于美国华盛顿的美中政策基金会28号召开线上研讨会，讨论尼克松访华50周年，与会嘉宾回忆了当年尼克松访华的情景，一致认为尼克松的中国之行意义重大，对今天的中美关系亦有启示。Today we see almost all of the reassuring elements of the communique being eroded by both sides. That breakdown could produce the confrontation that Nixon went to China 50 years ago to avoid.We see Beijing and Moscow becoming more strategically cooperative. 尼克松访华时的中方翻译唐文生也参与了研讨会，并讲述了尼克松与毛泽东会面的场景。The conversation itself was certainly not embroiled in bickering over minor issues, but was rather one between leaders of two great countries who had vision and took the long view. 据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消息，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与美中公共事务协会28号共同举办了纪念尼克松访华暨中美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研讨会，黄平总领事出席并致辞。黄平表示，50年后中美关系再次走到十字路口，中美必须始终聚焦两国共同利益，以灵活务实的态度妥善处理矛盾分歧，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凤凰卫视马森奇、江玉华盛顿报道。
下面一起来看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越来越多的美国州现在是禁止销售俄罗斯的伏特加。随着乌克兰局势升温，美国已经有11个州宣布禁止销售俄罗斯伏特加，包括了弗吉尼亚州、俄勒冈州、北卡罗来纳州、新罕布什尔州等等。不过呢，这项措施的象征意义是远远大于实际意义，因为美国销售的伏特加品牌其实呢，大多数并不是来自俄罗斯。自2011年以来，美国从俄罗斯进口的伏特加下降了79%，俄罗斯的伏特加只占到了美国伏特加进口的1.3%，价值只有1850万美元。而俄�罗斯是美国的第26大商品供应国，主要对美国出口的是矿物燃料、稀有金属等等。另外再来看到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大部分的美国人都说新冠疫情其实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控制，他们支持严格的抗疫措施。华盛顿邮报最新民调就显示说，49%的美国人认为新冠疫情只是得到了部分控制，15%的人认为完全没有得到控制，而认为美国是完全控制住了疫情的美国人呢，只有6%。这个数字呢，其实看起来美国民众对于美国疫情的认识呢，还是比较现实的。美国疾控中心的一项研究就估计说，到现在啊，全美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人其实已经超过了1.4亿人，也就是说43.3%的美国人都感染了新冠病毒，这比之前公布的8000万美国人感染的数字要高得多。但另一方面呢，美国政府现在确实放宽了防疫的限制，比如说今天晚上将出席国情咨文的美国国会议员就可以不戴口罩了。下面把时间交还给杨子。好，也谢谢冰如带我们了解到了今天美国方面关注的重点讯息。那么刚才呢，冰如也是提到了关于美国总统拜登即将于香港时间今日早上的10点在国会发表任内的首份国情咨文。那么俄乌冲突与美国经济是成为了备受关注的焦点。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美国国会现场等候的本台记者陈令南。令南你好。杨子你好。对于这一次的国情咨文啊，都有哪些关注的焦点？那么现在你在现场都了解到了哪些最新的情况呢？好的，杨子，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国会众议院的一侧。那么在不到3个小时之后呢，总统拜登将会来到国会山这里发表他任内首份国情咨文演讲。那么在这我们今天观察到的呢，是国会大楼外面呢是已经立起了一圈的这个金属围栏，但是总体来说呢，安保是没有去年那么严格。那么今天我们也在国会周边呢观察到很多的国会议员呢是佩戴有乌克兰的国旗的胸针，以及是穿搭黄色跟蓝色乌克兰国旗的这一个颜色的这个穿搭，那么以声援乌克兰的。而乌克兰驻美国大使的预计也将会是今天拜登政府所邀请来到现场收听演讲的这个嘉宾之一。那么可见的这个俄乌局势将会是总统拜登今天的这个演讲的一个重点的议题之一。那么在不久前呢，白宫刚刚发表的这一个演讲的这一个节选片段当中呢，他将会提到北约呢是将会团结一致对俄的。那么另外呢，他也会在这一个演讲当中所提到的一个议题就是现在美国民众十分关心的这一个经济。那么他将会在这一个演讲当中表示呢，提高美国本土的生产与研发，强化基建设施呢，才能够缓解现在通货膨胀以及物价高涨以及赤字的这一个问题。那么在各项民调当中呢，很多大部分的民众呢都是认为经济是他们最关心的议题之一。那么另外还有很多民众所关心的就是现在新冠疫情的这一个问题。那么现在随着全美呢各地以及包括国会山这里呢是放宽疫情的这样一个措施，那么总统拜登是否会在他的演讲当中呼吁美国呢？美国民众呢是接受到回到疫情前的这样一个状态来放宽疫情规定呢？我们仍然是有待继续观察。我们今天也在国会山这里呢看到已经有70%+的人已经不戴口罩了。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杨子。好，也谢谢令南在美国国会现场带我们了解到了这一次国情咨文的相关情况，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关注。再来一起关注香港疫情。截至3月1日0点，香港新增32597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连续2天突破30000宗。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早前特区政府宣布快速呈阳性的市民视为确诊，近期做核酸检测的市民减少，目前公布的确诊数字未能反映实际情况。香港卫生防护中心通报，截至3月1日0点，香港新增32597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连续2天突破30000宗。当局分析，2月的确诊个案有最多确诊个案住在元朗，占12.7%，其次是沙田、深水埗、观塘和油尖旺。
在新增的确诊个案中，除了五宗输入个案，其余的32592宗均为本地感染个案，绝大部分涉及奥密克戎变种病毒。自第五波疫情爆发以来，香港累计确诊个案225746宗。据香港医院管理局统计，过去24小时加上因数据延迟而新获得报告的死亡个案，香港共计新增172名新冠患者离世。对于新增的确诊数字与前一天相比没有进一步上升，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表示，相信是因为做了快速测试呈阳性的市民没有再做核酸检测的原因，现在的数字未能反映实际的个案。特区政府正在积极筹备网上系统，让快速检测阳性的患者登记。因为前几日我们就公布了用快速测试阳性的市民都会视为一个确诊者，相信当中其实是有部分市民他是用了快速测试检测了阳性之后就再没有做一个核酸检测，所以个数字上面现时是都未能够全面反映得到实际个案的数字的。欧家荣表示，特区政府仍在筹备全民检测，但日期和细节尚未确定，建议自觉有感染风险的市民尽快自行做检测。關於全民檢測的安排呢，現時都是在一個籌備的階段，實際日子是未定得到，也都細節都未定得到，我相信政府會搜集各方面社會上面不同人士的意見和專家的意見，再釐定即實際的方案是怎樣的。我們在這裏我們都想建議呢，即市民如果他是自覺有風險，或者是即接觸過一些高風險人士，或者他是高風險群組，或者他有病徵的時候，就盡快做檢測，不需要等待全民檢測的时候才做。香港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表示，北大屿山医院将从3月2号凌晨开始改为新冠病人治疗专属医院，而医院急症室将维持运作，留医的其他病人已获安排陆续转院。凤凰卫视崔可君香港报道。在香港，中央援助的8个社区隔离以及治疗设施正在兴建，其中提供3900个隔离床位的青衣方舱医院已经完工，1号晚上有首批3名患者入住。晚上7点左右，3辆抗疫专车小巴先后驶入青衣方舱医院，司机身穿防护服，佩戴防护面罩以及专用口罩，座位与乘客间是有塑胶布料隔离，而每辆车是接载了一名患者。病人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之下，先在室外临时搭建的帐篷登记，随后跟随医护人员进入隔离病房，大约用时20分钟。同时，在青衣方舱医院仍然有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进行运送和分配各种生活物资，包括被褥、食品和饮料等。中央援港防控专家组1号和特区政府防疫部门、医管局、香港流行病学专家等召开座谈会，深入了解和讨论香港防疫措施各种系统等。梁万年傍晚回到下榻的酒店时见记者，他说感受到香港疫情严峻复杂，但是相信在中央和特区政府团结努力下，香港能够战胜疫情。今天呢，我们专家组分别和香港特区政府的食品卫生局有关负责同志，然后香港卫生署和香港卫生防护中心、香港医院管理局这些相关的机构进行了座谈。那么下午呢，我专门和有关的香港的一些专家进行了充分的座谈和讨论，包括流行病学专家、我们的病原学专家、临床专家等等。今天一天呢，我们从总体上对香港的一些抗疫的组织构架体系相关的采取的主要措施，以及我们的卫生防控，就公共卫生措施、社会干预措施和临床救治的措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了解。那么和专家们在一起呢，就如何进一步的来研判形势，对当前香港疫情的走向，那么下一步我们防控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也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讨论。因为这项工作还是
比较系统的一个工程。我们下一步呢还会将继续和有关部门和香港当地的专家共同的合作，还在进一步的挖掘。感受到呢，总体上这个香港的疫情还是比较严峻复杂，也是对卫生系统也好，还是对医疗救治系统，还是对相关方面，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那么如果比如说在信息系统方面，我们如何能够把有关的信息进行有效的整合来做好分析，也是今天呢我们讨论了一个重要命题。其实如何把公共卫生信息，把我们有关的其他防控信息和临床的救治信息能整合起来进行进一步的研判。我们各种的防控的体系如何更加进一步的协同高效的配合和运行，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充分的讨论。我想咱们还是有信心的，在中央的坚定支持下，在香港特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利用科学，大家团结一致，一定能够战胜这次疫情。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看一则香港电台的报道。香港特区政府与内地当局、港铁以及业界的积极参与下，内地供港物资铁路货运的首班列车将会于今天抵港。列车呢是一共有九个货卡，将会载运防疫抗疫物资。香港特区政府表示，过去数天，运输及房屋局连同港铁、业界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就使用港铁罗湖滨组站作为铁路货场的操作进行研究以及测试。周二下午已经安排了一列空载列车进行测试，过程顺利。而周二的试运呢，也包括了两个在第二阶段启用的临时接驳场。两个接驳场呢是毗邻落马洲口岸，用地由私人发展商借给特区政府。香港会继续与内地当局推动及落实各项有利于保障供港物资稳定的措施，积极优化跨境运送物资的运作。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欢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一号上午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开幕会。会议决定于3月4号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听取了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和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会议听取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2021年工作情况的汇报等。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礼主持开幕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斌等分别就有关议题做了说明。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加视频会议的方式举行，在全国政协机关设主会场，在深圳设分会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全国两会即将开幕，有港澳问题专家认为，会议将延续聚焦国家民生经济发展的稳中求进，并贯穿四中全会的治港方针。而适逢香港回归25周年以及特区政府的换届年，这也将预示着香港回归的新起点。一起来看我们制作的两会前瞻系列报道。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即将召开，在当今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下，社会民生如何稳中求进、精准施策，仍是本次两会的关注要点。作为内外循环交汇点的香港，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认为，两会将持续贯穿四中全会治港方针，确保香港短期内加强对疫情的控制、稳民生、固经济，让香港尽快与内地通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而恰值香港特区政府换届之年，中央也将持续关注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如何更积极有为地在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及更全面准确实施一国两制、强化爱国者治港方面有所建树，以确保香港的长治久安。尽快控制疫情呢，实际上有个政治上意义，亦都国家安全的意义。政治上意义就协助香港维持稳定，同埋确保咧稳定同秩序咧唔会受到干扰。国家安全方面有意思，即系话咧，绝对唔能够因为香港出现咗问题咧而被内外地对势力有机可乘。而家国家发展到最重要一点就系话咧，点样喺度复杂嘅国际环境底下，能够继续可以令到国家持续稳定地发展。所以香港更加要揸住呢个国家发展嘅势头，强化同亚洲嘅关系，协助国家推动欧亚经济共同体建设。讓自己一個得到一個更廣闊的經濟腹地和這個經濟活動空間。2022年更適逢香港回歸25周年，劉兆佳認為意義重大，正是香港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歷史轉折點，預示著香港回歸的新起點。中亂來說變成了有多少承先啟後作用，過去20年來香港長期處於這個動盪不安和這個管治困難的局面，導致呢個社會經濟民生問題都得唔到好好解決。喺中央過去幾年嚟咧，連番出手之後，迎嚟咗一個比較穩定嘅局面咧，令到一國兩制可以重新喺一個穩定基礎之上起步，令到特區政府能夠喺個新嘅基礎之上嚟到去呢、這個管治香港，同埋令到中央同特區關係咧。有了新的开始，就是第二次回归的起步点。刘兆佳认为，全国两会始终关注的是国家发展的宏观层面，尤其是面对日趋严峻的国际形势。他期望香港能够积极把握国家“十四五”规划当中各项立港的政策和机遇，重新构建有利于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的政治局面。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再来一起聚焦台湾，台湾今天都有哪些新闻焦点呢？由驻台北记者张少斌告诉大家。少斌早上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了。好的，杨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台湾方面的消息，首先带你看到位在桃园市的一家科技工厂昨天晚间起火爆炸，火势迅速延烧，波及到隔壁贸易公司的厂房，厂区陷入火海。消防局出动了20多辆消防车到现场灭火，有两名员工从火场自行脱困，送医救治，意识清楚，没有大碍。先来看我们的报道。熊熊烈火不断燃烧，伴随巨大的浓烟不停从厂房冒出，现场不断传出爆炸声响。位于桃园市平镇区的一间科技工厂，一号晚间因不明原因爆炸起火。猛烈的火势迅速蔓延，波及到一旁的贸易公司厂房。整个厂房布置已经。消防局接获通报，派出66名消防员和24辆消防车赶抵现场灭火。但工厂内堆满易燃的原料，助长火焰，增加消防员的抢救难度。有2名员工已自行逃出，送医救治，并无大碍。而火场内疑似还有1名女性员工受困，但因火势过大，无法深入火场搜救。据了解，大火燃烧面积约1000平方米，消防人员仍在现场洒水灭火，真正的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凤凰卫视彭世廷、陈建达台北报道。接着要带你看到今天的报纸焦点，首先关注新冠疫情。台湾昨天新增4例本土个案，目前的传播链是北部桃园市的幼儿园，已经有多所小学停课。不过疫情中心认为疫情稳定可控，在昨天放宽了防疫措施，并预计在下周松绑边境的检疫政策。除了开放商务客赴台以及缩短隔离天数之外，针对航空公司的长程航班机组员，检疫期也缩短为5+5，也就是隔离期5天加上5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接着报纸焦点要继续带你看到台湾的科技重镇新竹科学园区，昨天下午发生了大规模的电力压降，导致园区内多家半导体大厂，包括了台积电和联电，都受到了影响。另外，由于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开战，国际油气价格飙涨，
工商界就担心，在能源价格的推升之下，未来电价势必也会上涨，台湾明年的供电恐怕会出现危机。因此今天的采访重点，首先就要先带你关注俄乌开战，让台湾的兵役制度再度被讨论。由于目前台湾是采行募兵制，但是随着台湾少子化问题严重，未来的兵力恐怕会不足，立法院的法制局就建议要恢复为征兵制。对此军事部门首长回应不排斥，但是现阶段会先延长后备军人的教育召集天数，今天台湾军方会有更进一步的说明。最后采访重点要带您关注的是俄乌的战事持续，美国方面拜登政府派代表团昨天已经抵达了台湾，今天将会见领导人蔡英文和军事部门首长，同时也会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会面。至于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预计也会在今天傍晚抵台。国际的局势动荡，美国的动作引发台湾社会高度关注，台北站都会持续来为您掌握。那以上就是台湾今天的报纸以及采访重点，先把时间交还给杨子。好，也谢谢绍兵，让我们了解到了今天台湾方面关注的新闻焦点，稍后回来带您关注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一会儿见。欢迎回来，再来一起关注美国股市。美股收盘全线大幅下挫，地缘政治特殊的持续紧张，金融板块是持续受压，领跌大盘。而资金转投大宗商品避险，黄金以及原油期货大幅上涨。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33294点，跌597点，跌幅为1.7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3532点，跌218点，跌幅为1.59%。标普500指数收报4306点，跌67点，跌幅为1.55%。详情一起来看驻纽约记者发回来的报道。我们来看星期二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美股三大指数主要是一开盘就是呈现下跌，跌开之后反复，但是收盘时三大指数都是出现大幅下跌做收。投资人仍然高度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进展，其中是油价大幅上升被引投资人关注。纽约商品期交所的德州清天油上升幅度达到10%，盘中一度冲上了$106的最高价位。同时谷物期指也出现大幅上升，又引发市场对通货膨胀压力蹿升的负面的隐忧。十年长债收益率也出现一个大幅下降，显示投资人规避风险而躲到债券市场的一种心态和倾向。金融银行类股是美国这个金融市场当中各行业股当中表现最差的一个产业，主要是投资人预期呢，现在是俄罗斯金融业界受到各方面的制裁，也有可能会有一些连带性后续影响。同时十年长债收益率以其他利率呈现下降，对美国金融银行类股今后的盈利也会造成负面的影响。美国银行下降1.9%，花旗集团下降1.8%，嘉兴理财3%的跌幅。零售类股当中，虽然塔吉特公司盈利超好，带领其他的个别零售股呈现走阳，但是民生消费型股则是整体出现下降1.34%。当然能源类股是受价格上升的支持，上升1.03%，而金融银行类股是标普500指数11大行业股当中跌幅最大的一个行业，下降3.71%，原材下降2.31%。收盘时十年长债收益率为1.728%，油价升幅略微有所减缓，上升9.42%，为104.75美元一桶做收。黄金价格持续走高，上升2.58%，是1949.50美元一盎司做收。以上是星期二情况，凤凰卫视庞哲纽约报道。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再会。